慢慢走一次上去。因为韩国那时候走太多啊，回来没休息多久。你今天穿没腿握，今天要穿回去。除了这个，有人想要拉一下小腿吗？就是这个给你啦，踩楼梯啦。这样也可以。对对。又开了，然后出来了，又开了，赶快开！而且那瀑布变好清楚哦，你的碗也掉下去。上也有。Hey Greg, don't you feel cold? No. No? Just come from cold. 高山树洞。我们没有看油桐花，我们看高山树洞。看起来像油桐花，油桐花。你杜鹃应该很难得。小金，你要不要出去拍照？嗯，你要不要出去外面拍照？哦，去吧。嗯。哎呦，我都好心让你去拍。如果拍好都会借血给我。呵呵丁丁，嗯，拍一下对面那个岩壁好不好？那个，对啊，那个，对啊。因为我刚在那边有看。哎，你们看到那个有好大的瀑布啊？是大还是刚的长的？另外一个左边。左边。我的手指出去那边。哎、嗯，有没有看到？一点点。很细耶。它其实水量应该很大，水量因为它是平躺的，我们看不出来。哦，那边哦。它水就这样喷出来了。